如何一招解决冷战？那边点，那边点啊！干嘛？宝宝，我都想你了，好久没见到了。宝宝抱着睡觉。当跟女朋友出门冷战时，教科书是否女友？我帮你拿一下吧。不用。我帮你拿一下吧。您用我自己拿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看我这个手，不用拿包多轻松啊！哎呀，手都变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真是。大姨妈给他点了杯冰的。我给你换一杯吧，你喝我这个吧。不要。换一下嘛，真不换呀！你换我这个吧，你喝这个。说了我不换了。真不换呀！哎呀，求求你换一下吧，换一下吧，我喝那个凉的，你喝这个热的好不好？你要换的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！求你求你求你！我这还点了个蛋糕，你再不吃可没有了啊！嗯，真好吃。哎呀，我忘记我们两个在吵架了，人家还给我两个叉子，你说，你看你还不吃？不吃。你真确定你不吃？确定，你自己慢慢吃。那你不吃，那我可都吃了啊！这蛋糕真好吃，真甜。你真不吃啊？我不吃，你都吃了吧。行，那我都吃了啊。嗯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不是不吃吗？这么大块蛋糕，你吃了不腻吗？不腻啊。你不想吃，我就是帮你吃的。行行行，那你帮我吃一点，求求你吃一点啊，求求你吃一点。当我在地铁上故意松开女朋友的手，玩手机玩的很开心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可真丢！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宝宝宝宝，你怎么自己上来了呀？我还以为你在地铁口等我呢，吓死我了。刚才为什么要把我手松开？啊，我这……你就不怕把我手松开之后，回头找不到我了？我对不起宝宝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知不知道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找不到你。哦，我本来就想跟你开个玩笑来着，但没想到你这么难过，真是对不起。我以后再也不把你的手松开了，好吗？真的，我以后再也不把你手松开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把手伸着了。这是我给你买的那个情侣手链，你看，有了你才算完整。我以后再也不会把你的手松开了，宝宝。好。当我假装手被钉子打到，看你能用什么法。哦，哦，宝宝，我的手打了打了，我的手受伤了，快帮帮我！天哪！快快快快快！你咋那么不小心呀、啊？怎么弄的呀？我刚刚不小心砸到手了，你快帮我把它弄出来，快点快点！你手怎么能穿到这里面去呢？你帮我把手指这段拔掉就行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拿什么拔呀我？你拿这个拿这个，快点快点！有钳子是吗？啊、哦、对对对对。怎么是往外薅是吗？对，你就把它拔起来就行了，就这就这就这。啊，不行，我不敢。没事，快点快点！哦哦，你两个手一起，这个很粗的很粗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敢，我打电话叫人来吧。啊、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就直接把这个脚拔起来就行了，就这个脚把它拔起来就行了。可是我怕给你弄完，你再造成第二次伤害，那血刀喷出来怎么办呀、啊？不会的，没事，你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对，再往下一点。我就加这个脚了啊。对，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，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对对对，往下一点，对，往下一点，就这就这。我是薅还是给掐断了？你直接给它掐断吧，给它拔起来就行。对，拔起来就行。对，拔拔拔出来。拔出来就没事了，快点，你快拔出来！找不到这个，就这个，你把它拔起来就行了。你看，这不是拔出来了吗？当我在外面不经意间叫女朋友了。您好，您看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？拿这个。别的还要吗？要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再帮我老婆拿个冰激凌吧。你要吃什么味道的，老婆？啊？冰激凌，你要吃什么味道的？不太凉是什么味道的呀？我问你冰激凌，你要吃什么味的？那个，随便随便说。牛奶的行吗？啊行。拿个牛奶的吧，老板拿个牛奶的吧。哎不，要那个巧克力的。你确定吗？巧克力的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行吧，老婆。哎呦，不要了，你先让我这。哎，老婆，你拽的冰激凌你不吃，你去哪儿？你回来。
麻烦帮我倒杯水呗，谢谢。我要。哎，麻烦帮我老婆也倒一杯，谢谢啊。没干嘛呀。瞎聊什么呀？大哥，这件衣服好看吗？这还行啊，看起来挺简约的。那买两件，咱俩一人一件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喜欢一件老婆，我买给你。别了吧，这里人太多了，大哥。快点。算了吧。快点，你叫老婆我买。真的吗？老婆。当我问女朋友我结婚你会来吗？啊，大哥。我以后结婚你会来吗？废话，我以后结婚你会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要是跟别人结婚你会来吗？我不光去，我还会给你随份礼，给你包个大包。等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来，满月我来，一岁我来，哎，你结婚纪念日我都来。哼，你可真吓人啊！你问我的呀，你每一个特殊节日我都来，这下满意吗？行，你可真行啊！事已至此，那麻烦你把我这些年给你买的包包、衣服、鞋子、口红等七八东西一块打包给我吧。哎，不对，你这些东西都用过了，我没有办法送给别人了，我给你打一八折。你现金形式转给我了，谢谢你啊，我给你转账。行，那你快拿手机转吧。亲兄弟明算账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逗你玩的。我结婚只能是你，要不我跟谁结啊？你爱跟谁结跟谁结。和你结啊，和你结。谁要跟你结呀？别生气了。算了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原谅你。刚才不说转账吗？请你把我的彩礼钱先转给我呗。行，反正早晚的事儿，你说多少吧。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一岁十万。什么玩意儿？挑战20人约会一整天，第一站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看网上说要十指紧扣才能中大奖。集中爱情的力量。开挂。中了。又中了，引起围观。我看中了多少？30、20、50、100，中了200。原来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今天高兴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您好，我刚刚点的那3款三明治都要蜂蜜燕麦的面包，金枪鱼三明治另加培根，一片芝士片，一勺香芋蛋料。你加是何料？当然了，就是要 DIY 才更好吃啊！大家都可以来试一下，百搭不出错。你看这个金枪鱼三明治，细腻又鲜美，一口下去肉香多汁。这个原切鸡腿排三明治，美式烧烤风味，大块鸡腿排，健身人士必备。这个意式经典 BMT 三明治，萨拉米香肠加培根组合，肉食新人狂喜。我们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带回去，一边追剧一边吃。太好了，你想的真周到。那当然了。你想不想喝奶茶？今天高兴，你想喝什么随便点。那我要一个柠檬红茶吧。这也太便宜了，来一点这个露，我请客，给你先喝第一口。故意只吸一点。你这也没加糖呀，一点也不甜呀。你加糖了呀？这样不就甜了吗？哎呀，烦人。